Hello， 大家早晨，欢迎大家参加城会社区的星期日崇拜啦。咁样咧，我成日咧就觉得咧，城会教会咧一个好百变嘅地方嚟嘅。咁样大时大节咧，咁我哋呢度咧就会化身为一个饭堂啦。咁等大家有得聚餐啦，和弟兄姊妹。咁有时咧又会有啲打卡点啊，有啲唔同嘅 background 喺度咧，俾大家做下网红，影下相咁样。咁嚟緊咧，我哋咧9月15咧，城會咧，甚至乎咧，會化身為一個電影院，因為咧，我哋咧就會咧放呢一個由影音使團製作嘅《愛 Plan B》，Love is Plan B， 無需門票，亦都係免費嘅。呢個活動咧係由芝加哥短宣中心主辦嘅一個福音電影晚會，歡迎大家咧記得翻嚟睇啦，亦都記得邀請你身邊未信嘅弟兄姊妹啊，未信又唔係弟兄，未信嘅親朋戚友嚟睇。記住咯，係9月15日星期五晚7點喺城會教堂呢一度。咁除咗咧，我哋有呢個電影嘅活動之外咧，城會教會亦都有好多方面嘅事工，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為我哋代禱嘅。例如咧，我哋有呢個嘅24周5查查經，希望咧聖靈咧喺我哋嘅教會當中運行，令到我哋咧更加愛慕研讀神嘅話語，亦都能夠明白佢嘅心意。特別咧喺而家呢個黑暗嘅世代咧。佢嘅話咧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咧 Master 網上進修課程嘅新一個嘅學期就係4福音書啦。我哋都希望 Master 嘅聖經嘅教導咧，繼續可以造就到我哋成會嘅弟兄姊妹，同埋咧世界各地唔同嘅網友嘅生命。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呢個嘅年青家庭團契嘅退休會。我哋咧收到好熱烈嘅報名啦，亦都請到好好嘅講員，所以咧都希望咧一切嘅籌備都係順利。最後我都想提到咧，仲有呢一個嘅兒童事工傳道，我哋咧而家咧就尋求緊一位咧部分時間嘅兒童事工傳道啦。大家可能有時都留意到啦，或者你經過主日崇拜嘅隔離咧，就會聽到咧啲好歡樂嘅歌聲喎。咁樣咧，我哋每一個主日嘅兒童咧，其實咧都唔少嘅，有時咧去到成30位嘅。咁所以咧，好需要一位兒童事工嘅同工啦。希望大家都為我哋呢個需要去一齊去禱告。嚟到奉獻嘅時間啦，好感謝神咧，大大咁樣祝福咗城會教會，令到我哋嘅查經啦、網上進修課程啦、年青家庭啦、兒童事工啦等等等等好多嘅都不斷嘅成長，甚至乎咧唔止造就咗芝加哥嘅網友。芝加哥的會友同埋世界各地的網友咁樣啦，咁所以咧，無論咧你係喺芝加哥定喺世界各地，都希望咧大家一齊同心慷慨嘅獻上金錢，表達我哋對神嘅感恩。中文崇拜之後咧，今日11:20即刻有歡樂組合喺106室進行。至於今日中英文堂咧，都會係由 Mark Sir 講到嘅，而家將時間交俾佢。好多謝啊！